嗨，大家好，今天要来煮一个炒米粉。先把油锅烧热，把这个爆香，这个是烧肉。把它爆香，爆香吃起来有脆口的感觉。再来呢是放那个虾米，虾米也是把包的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些配菜哦，鱼饼、蒜米、红萝卜和一些包菜，切成丝。就这样子哦，炒了炒了。将它接下来呢，就放点水，放调味料，放蚝油，蚝油，胡椒粉。就这样子，把它煮滚，煮滚之后就放水果。
可以放一份。转一转，煮一下。让它煮熟，等一下。断。
个就是蔬菜炒米粉，就放点烧肉，放点鱼饼。就是这样子，炒煮好喽，谢谢，拜拜。